校长主任老师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感谢大家看这来，敬祝各位身体好，心想事成，笑颜开呀笑颜开。猪班打看过来，良好机会要把握，选优秀学生别错过，115代表就是我。我的优点有很多，以下整理了几点。优点一，乐助人，看到他人有困难上前询问协助他。优点二，尊重他人，不说谎话出恶言，手势手礼不食言。优点三，态度认真，用心完成交代事，尽己之力做得好。别以为仅有三点，但我只有一分钟，荣幸当上班代表，大家支持不可少，一人一票看似少，堆积起笔向山高。我的介绍近尾声，有件事麻烦大家，请您支持115的陈雨婷雅晨雨婷。